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我是十年的生活，大家伙呢也可以叫我小龙啊。没有几天就过年了啊，今天早晨吃完早市之后，车里面就没有几箱冰棍了，然后下午要了2000多根冰棍啊，大奶油跟小布丁还有山楂跟绿豆都要了一点，正好把车里面收拾收拾，老多纸壳箱子了，全是冰棍箱子，一会儿呢咱去卖它一包嘛，啊，要放车里面太占地方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哎，咱现在去把纸壳卖出去。多少钱一公斤现在？十四。十四公斤呢？啊。多少钱？二十一。啊，行。这些才21块钱。这些21块钱太少，纸壳子，大哥，你还想要多少啊？之前是1.9块来着，我记着。1.9，现在掉价了。昨天都有过，那高二手2块。一。啊。完了，从2块、1.8块，还有1.3块的时候，二十一。对，纸壳箱子卖了21块钱，要不然那个太米小那个不收了，他收的情况下4毛钱一个，咱还能多卖几块钱。行啊，这就卖废品价了，朋友们啊，咱回家了，朋友们回家。刚吃完饭，朋友们，哎呀，吃饱了，头发也长了，这两天都研究剪头去了，快过年了。昨天看新闻，我们海城乡，我们老家海城乡出病例了，是无症状吧？然后紧接着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说确实是这样，群里面通知了做核酸。然后今天再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妈说我们屯子那个就是从海城乡往我们屯走的那个道，现在都有人把控了。出病例的那个屯呢，是在海城乡的路北，我们家是在路南，离我们家也不远，5-6公里吧。啊，我们哥几个预计是，31号过年嘛，30号我们都回老家过年。回农村过年嘛，今年我那个时候非常兴奋的，因为好多年没在屯子过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农村过年还是有意思，但是泡汤了，回不去了，朋友们，回不去了。本寻思31号过年30号我们回去，一大家都回去，我们哥几个，我嫂子还有孩子啥的，我侄女，我侄儿有侄女，我们家三口都回去过年，但是泡汤了，朋友们，回不去了。希望这疫情早日过去，几年了，朋友们，这疫情几年了，2年了吧，有没有2年？有2年了吧。哎呀，过去吧，太影响生活了，朋友们。我今年可兴奋了，就回农村过年，回屯子过年，好多年没回屯子过年了，因为回屯子过年有意思啊，自己长大的地方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这人吧就是比较念旧，但是回不去了，哎，寻思过年回家热闹热闹，回不去了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明天继续中兴街，还能干2天，拜拜。